哈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千人哥。我现在偶尔不是会直播嘛，然后，就直播的时候，粉丝会提出一些奇怪的要求，比如说唱歌什么的。然后我自认为就感觉唱得很好听，但，直到我收到了我的粉丝的录屏。变成万人迷，为了变成小蛮腰，天天提着一口气，为了穿上比基尼，吃草吃成沙拉精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可惜我吃啥都不腻，努力我要努力，我要变成万人迷。哦，卡路里卡路里卡路卡路里卡路里卡路卡路里卡路，兄弟们，辣条走起来！燃烧我的卡路里，拜拜甜甜圈，珍珠奶茶方便面，大盘鸡拿走拿走，别客气，拜拜咖啡因，戒掉可乐，却有你，沙发外卖玩游戏。大哭成家足够熬所有，寒枪对月飘比起哪里秒，难打西家速度够给球。逗你们玩的，其实这个我根本就不会唱，其实我会唱的歌没有几个，所以大家不要乱点了好吗？就对对对，你们完全没露一个东西，这辈子都上不去的高度。你好，羊肉包，是网哥的封印，是网哥的那个，谢谢大家礼物啊！睡了一个，这边有百合，我回家换局。艾希睡了。哎呦！哎，洗了，我天！我操！你们快看我的视角，好麻的！快看我的视角。哎呀，好，我打不了。啊！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我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我太难了，高铁。最近我压力很大。长按点。